缆车，他们不听设计区的中心，居民生活也就此展开。夏天后，我们也看到一道新兵干涉体温，需要酒精消毒，及戴上口罩，避免相关疾病群聚感染。随后，新兵的感染到达报道处理处，由医护人员及单位人事官核对新兵资料，就往路走，懂吗？由医官询问新兵身体状况。并与医护人员确认是否有体温不符的入伍要求是新兵。完成新兵资料核对后，新兵将领取生活所需之基本装备。首先由干部说明服装状况之强度及数量，并由干部转向依序领取新兵个人基本装备。依法则是新兵从军时的重要的基础，一人一刀。特种兵有既有基本教练、体能战体，包含四枪术、九人弹投掷训练、30公尺徒手跑步、单兵战斗教练、射击训练。在入伍第二个周末，营区将办理家属恳亲会，竭诚欢迎各位家长来到营区，关心新兵生活及训练实况。营长也将在座谈会中说明新兵训练课程内容及各项生活规范。在实施营宣教后，新兵将实施恳亲假。在营区较为严肃的气氛中，为了调剂新兵身心灵，部队特别安排橄榄强壮活动、竹垒球竞赛，以特别邀请新武器工进行演讲课程，让新兵们在军事的训练之余，可以有放松身心灵的空间。到了军情队伍中，陆军新武中心会依照日常训练要求，由上级单位实施解除验收。所有新兵需要照顾耐心、细心、关心的指导下，不断的进行强化的制度和方式需求，可以配合更好的合作。在学习的各个阶段，新兵会依照专长日历区分办理抽签作业，并与接训假收假隔天办理抽签作业。接触完成的这段专属训练，朝着营区训练目标，在陆军新兵中心为新兵中的入伍训练阶段中，体验及适应新的生活，规律的作息及严谨的军队生活或许轻松，但这个体验将会是永生难忘的回忆。结束吗？